兵哥好像也是第一次那个啊，你是 missing 的歌啊，哎 ，Q 啥了？死不了。哎，为什么没进塔呀？为什么不是扛塔？因为小兵扛塔吗？扛塔感觉也死不了。但左刚哦，扛塔死不了，好像是左刚是挂了个点燃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扛塔，可能蓄力不够吧。他顶的顶斜，顶歪了一点点。嗯，可惜。你说阿文吗？太难，太难。哎，看到没？我操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要死了呀！死了呀！这个。哎，先插牛啊！先插牛！这怎么啊？应该多杀了。哎，可没意义啊，他用不了。可以双杀的呀。十秒钟，闪现肯定是哇！梦魇死了，人头应该给 AD 吧？这个只能 B。感觉看起来真要打满了。先控一下吧。对啊，应该会攻线。不攻。哎，推线吧，推吧，速推吧，直接推。有金个推线装吗？搞个剑带。推线挺赚，他很多钱啊。他应该回去出剑带。但是你现在没有人搬金克斯嘛？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我感觉这个岩雀加泰坦放出来两个有点。这放了太多英雄了 ，BAG 可能是觉得是，哎哎，作死了呀！他这个没闪现啊，感觉想跑，拍不到，梦魇没到。我这样岩雀过来吸引一下伤害，哎，反手，哎，不是不用，哎，波迪哥，这位置有点奇怪啊，左哥，波迪哥为什么不打欧文啊，哥们？能操作，哎，死不了，新游侠，开射，杀完了呀，看狐狸，他还有一张大招，对，能跑，有台了，有台吗？没有吧，好像没有，没有续，没有，他们什么战绩了呀？我感觉牛头这个英雄有问题，说实话。为什么？感觉这英雄，就是你想象的画面和你玩的时候感觉不一样是吧？哎，你杀吧这个，哎，谁？山鸡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政府都叠满了呀？不会被反杀吧？哎，山鸡，这鸡，闪现。哦，他不是鳄鱼技能，哎，死了呀！怎么又倒了呀？0-3了，对，牛兵来了呀！这英雄真不能玩，牛头，牛头不能玩，应该，而且他死了一样的表情。玩牛头应该想着他的画面应该是能正常发育到三级之后，他这个组合能反手打你一套。主要是他这打法，他玩什么都要去打边，然后这就英雄出变数了，这很难受啊！真第五把了呀？真第五把了，对吧？爽吃六重。这么个边境，完了呀！还是得自己选边的，应该选蓝色。我感觉他们就是选蓝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选蓝结束了呀。他们蓝色方 BB 太要打丢吧，我这样。没事，给我们看丢吧，也是挺好的。这鸡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主播开大，他是啊 TP 了，好像可以闪呀，山鸡没闪。死了呀！人头会让吧？右边多一个人，感觉哎，但中弹也没必要提啊，不提。影响回打没用，这直接对啊，没用，救不了，不该提的感觉。人都给到中路，感觉一星不该来的上路放空了。陆皮有时候就是有点，他很喜欢这样帮队友，想帮队友闪救人。哎，还想杀呀？看起来很想杀的样子啊。带胆走了。一星交不交易？闪现锁死了呀，好像死了呀。他拿替身也没有。对哇，这波节奏又断了。这样节奏有点乱。对啊，他就是前面那波踢下去救一波上路没救到，然后这波又自己又死了一次。哎，这个闪开吗？我兵哥，我防线防线挺快。开为什么开的是泰坦？这样我白就哎，高铁要死了！什么闪现啊？哇！这样几个牛头交了闪呀？对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辅助嘛呀？还有 ADC 啊？那交了闪 AD 就砸了，不顶上去。这英雄绝对有问题。现在很多辅助都是就是搞 ADC 心态，真的妈呀，最多现在。等一下，这他为什么开这个？哎，闪开这波就应该打出闪现是有的。哇！完了，这个伏笔，这不叫想吗？波提，他自信了呀，自信、哎，他这种就自信了，就是有点慌张了吧？他怕交闪狐狸，然后这一狐狸一闪跟他或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哎，欧文这个位置好像是跑不掉了呀，欧文也死了，没法赢。哎，但是 Rookie， 但我感觉能操作啊。哎，欧文没死吗？我打出来，不需要打呀。哎，啊，主要是阿文太远了，阿文第一神在的话应该是可以打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波提这样子。哎，阿文想开大，但 Rookie 吗 ？Rookie 没，为什么不当 Rookie 啊？这当 Rookie 好像 Rookie 是死了的，但是没有，差不太大。他们有可能是不知道 Rookie 交了闪，刚才闪现杀了那个牛头，开始赌输了，对吧？我知道这感觉。哎，问怎么？对啊，正常来说他这样子就死对的嘛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牛头是会这样的，牛头。对啊，我说他就是这样子，自己死就好了，不要害队友啊。选牛头就会这样。对啊，他不能害队友的呀。他0-5了。0-5，没事，牛头0-5。这把感觉要风流超神的。应该是十八九次。他送了多少？牛头这把也得超鬼，说实话。他辅助往那里。封路了，哎，这样的话牛头下不去的，这个闪现。梦魇进场白给了，梦魇白给了，白给了。有机会啊，这波。杨卓还有大招。阿文大招，哎，瞎了，哎，空大了。杨过了呀！哎，怎么说伊拉克闪现？哇，
什么情况？不管是不是这样，这雷米这什么？他是被控到了吗？被控了，被夹了，被夹了。啊！这个刀都给大众的全炸了呀！这个大能多杀两个。但被金克斯夹了，杀完了。对，应该是叫了羊捞，看的是对面的位置。对，应该是看对面往哪儿跑。左哥有伤害吗？好像有啊，左明显死了。死了，死了吧？应该跑不掉了。哲理可以滑过来，不敢。翻吗？不翻。翻，但是还是杀了呀。还是死了。啊，没事，没伤害。他就这，他只能打一套，完了呀！这样又点了四层，不对呀、啊，十四层输了呀！而且金鸡反了，不，金鸡反超了。这就是说，给狐狸的问题就在这里。对，哲力没出出，这哲力都玩出闪金来了。后庭第一时间应该是只能在后面，他零到二都有闪金了。这个原因感觉是因为这个出出环境是上单导致的。哎，但这波狐狸没大了，他们还想猜吗？一有吗？哇，知道了呀 ，Rookie， 死了呀，死了呀！他有闪金，但是他这个没有了，没闪不了，闪不了，哇，翻了呀！哎呀，没了呀，这个位置，阿文有大吗？卓哥，卓哥倒了，卓哥也死了，还不该大吗？雷米为什么不该大呀？雷米呢？雷米，哇，卓哥要倒了，哇 ，GG， 下期呀 ，GG， 这位太靠前了，在塔下，别人这个塔下这个位置。没了，鬼狐狸又是一个，感觉可以看一下三叔，感觉可以叫，确实可以叫车了呀，感觉可以叫车了呀，啊，可以叫车了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哦，兵哥这个是血量，这级血量也是四千多，对吧？根本打打不动啊，眼雀的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打前排就是有点刮痧，打发育没有超前的话打不动前，哎 ，Rookie 有闪现撞他 ，Rookie 这个位置又要被秒了，兵又可以道心破碎了呀，哇，没了，感觉好派的羊。打闪，哇，没了，好快的羊。他这个就是二，这就呼吸好像也做过对这个吧？就闪现接二闪二，对，没反应过来。这个是大潮老师发明的呀，这好像有点帅，二闪二，咣，有点帅啊，确实有点帅。这样子走路吗？好快的羊，这有点太瞧不起人了呀，哥。这两个发育还在这样子走路，妈呀，那是别人的假羊哥，你走错路了吧？你往哪儿走啊？这有点他都不想绕，他都不想。说实话，有点像他们这个走，有点像这个掉线，掉线，掉线。五个人掉线从中国回家，没有五个人掉线，妈呀，就这家里回家了一样。这往哪儿走啊？他都不想从下路高地走出去，就直接从中路高地走过去拆塔。在别人那里是上路跳舞、哎，养狐狸没用啊？怎么说？鳄鱼先给的呀，给了呀。相机的，右托开大招就硬吃伤。刷泰坦啊，刷泰坦！哇 ，Q 闪顶，把他顶回来。咚。现在泰坦超神了，山鸡其实一直都这样，他有时候会很急，他就到劣势局了，他尤其他玩这种英雄的时候，Elk 玻璃哥要没用没用，封神吗？哎，什么？哎，金圣怎么没事啊？黑皇帝怎么交？什么银金收兵？怎么落地啊？落地还给金圣？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台不是暂时不想掉，不是已经台完了吗？啊？羊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又来了？那是别人的家呀，哥们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那是哇，兵不掉血啊，这不掉血的呀，不掉血呀，莫言 ，net 来了呀，八，那是别人的家，能不能尊重一下？入皮有闪现，哇，卡吉声卡的好，太简单了，准备败着组了。哦，哎，这个 Elk 啊，啊，被击倒杀了，有点出手有点过分了，我觉得这个有点。哎，这个前面 BD 就是没问题，差点被小鹿打死，一放出来就是这样。你现在知道了不能放，或者是你放，狐狸确实只能一千狐狸了，不是。